啊，接 game 时光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鲁夫准备出场了，鲁夫准备出场。我们看硬币还有什么部分我们可以用到？不行了，现在我们就缺一些攻击呀。没关系，我们也用这一只鲁夫了，打很多次了，就这样子出航，出航 ，Go！ 人工智慧一旦到死，哇，你会死。我觉得好像每次到后面都会死掉了，好不好？鲁夫对决我们的大熊，该不会两年后呢，我们又被扒死吧？应该不会了，应该不会了，该升到100等了。真的，我们这样子是蛮逆天的在攻击的。来了，哦，地图好大，我们再小一点好了。哎，可是我不要，我不要听信他们。我们再刷一下地图，看那个地图可不可以像那个船一样很小的一点点的，这样子可以打比较快一点。再刷一次，出发。除非拿到大补，真的就是大肌肉啊，大肌肉我们才有办法，不然这样真的打不赢，怕没赢。允许我再说，哎呦，跟艾斯哎，好啦，哥哥大熊哦，大熊打大熊，超棒！我看一下目前我们的那个技能装备，我们技能目前装了什么？集中力，我们用我们比较常用的123强化连续技，顽强变得不易，攻击弱点较为延长敌人，这个好了，这个先设一个。然后怪力还有什么？看一下蓄力的也用一下好了，蓄力战斗的心得，英雄之力，防御力，领导者之力，领导者的体魄，起死回生之力，吃肉补气，吃肉补气。我还有一些都不行，我看看还有什么，精准，误导。要去解故事模式才能到特殊硬币。对啦对啦，真的是很麻烦。可是我就不想要去解那个快速蓄力啊，这个也是要啦齁。哇，船长新的，还有一个，我们再用一个吃肉强身，领导者的体魄，防御力会随友军的地盘变多而增加。哎呦，这个好像不错欸。攻击力，英雄体魄，每累积5000防御会增加。哇，还有一个要选什么？可以增加教员数。哦，这个好，狙击手的心得。好，就这样子。OK， 我们直接来打大熊，大熊打大熊，来了 ，Come on，Come on，、oh, 这才是最 OP 的，我们要开始努力的累积我们的技能表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功能。一个，我们直接跟着大熊，先跟我们的 S， 看嘛看嘛，这个就超，哎呦，什么东西啊 ？C 傻，来了 C 傻，打得你没那么 Q， 去吧，灰熊枪啊，灰熊枪比较强啊，一二三。UFO， 快变瘦啦！继续，再用这个继续累积。OK， 累积了，来吧，直接来了。这次我一定会赢。像千万打，有没有？要快变瘦啊！马上就三了，快速蓄力。再挥，我们再挥，先把西萨打掉再说。稍微要退一下，他退一下。哦，他用那招了，他用他的招式了。去吧，去吧。mass 了，马上就 mass 了，准备来冲了。玲珑喜欢家人，直接打，去吧！羁绊攻击了，继续打。C 傻白，走飞，去吧，去！羁绊攻击，再挥，猛打。这是最强的招式了。按。OK， 我们一定会赢的，大家要给我一点信心了。来吧，直接挥了火拳枪啊！去吧，解炮，血量比较多啊！糟糕，又放那个一，来吧，解炮，小心一点，我们来放我们的解炮。哇，什么东西？血瞬间减一半，糟糕，我们的这个胜率又减为变50%了。我们稍微换一下的，我们跟大熊换一下。这关怎么会这么难呢、啊？糟糕了，好痛啊，好痛！啊，我死了！哦，不，整个晕倒哎、欸！怎么连 C 傻这么强啊？血量减少，去吧！我真的打不赢了，哦，太恐怖了！糟糕，三！哦，遇到那个范围攻击真的很恐怖啊！我们继续累积一下，继续累积。啊！糟糕，被踢到了，惨了！
有点没机会的感觉了。哦 ，mass 啊 ，mass 啊，再合体吧，不合体打不赢啦。哦，糟糕，哦，差点要被他那个毒气有用到。去死，先把海豚先干掉。去死，去死，去死。OK， 现在我们先把西萨也干掉。西萨放那个太堵了啊。UFO。这边，西萨在这边。一、二，糟糕，三。啊，被吸啊，被吸啊。我们这一集可以不要出海贼武装。好累哦。我今天很努力的打了一整天了。Get a coin 了吧，西萨。补个血嘛，有没有血？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，有没有补血的？有没有补血的？有补血的，我们不要放弃。这边还有补血的吗？这边还有补血的？没有，都补攻击力的，烦欸。天哪，有 Ace 好像没有比较强啊，怎么办？佛朗基来了，佛朗基也很变态啊，佛朗基。一二，直接过去吧。直接出大招了，快点 ！OK， 像枪乱打，去了！啊、哦，碎，取得地盘，马上再来一次 ，Go！再挥，马上就有，一二，开始蓄力，龟熊枪，我直接这样子打了啦，受不了了，我、哦、这边好多人哦。去吧，这个比较强。OK， 快，再来，这样接下来的30分钟全部一直用这招，应该可以稍微消耗到一点点吧。让我补到血就好，我就会换招了，好不好？糟糕了，快跑哦！去 ，UFO。我们好乱来哦，居然潜入敌心这么远。白胡子也来了，哇塞，好痛苦。去吧，这个伤不了。哎，前面有补血的，但是我要稍微注意一点。我们有一次呢，也是为了要补血，结果冲过去却反而被打假了。赶快，慢慢推进。有了，那边有补血的，但是就是，哎呦，三，我们稍微闪一下。稍微闪，我们先合体一下。现在我们的胜率又拉高了，往我们里面走一下，慢慢的打过去。一，霸气之拳，好戏啦，硬打了啊！大范围攻击，拜退，我们需要去救他，我先把这边挥一下，挥一下。会我们再去救，去大岩剑 PX 超级像枪，好吧，先这样子，我们先去救我们的那个大熊哥 ，Go！ OK， 有机会，蛮好机会哦，啊，果然是鲁夫是最可靠的。大熊，你在这边干什么？我们先回去，这边要支援他吗？这边打得那么火热，我们还在这边打这些东西，苦战了。这边有大队长，哎妈呀！两边跑。来，比斯塔也来了，我白胡子还没死哎，直接过去了。第三方势力太强了啦。OK， 希望有补血的，拜托，把这些强咖打一打呢。希望有补血的，我们稍微再蓄力一下。哦，灰熊枪。快，继续蓄力。OK， 追毛。Yes。来，再来。不用鲁夫打不赢了。这是新关吗？没有，旧关。旧关只是换地图而已。有嘛？亲，哦，火拳来了。哦，弗朗基在前面了。OK， 三人合体了。去吧，大范围攻击。三四五。这阵果实在实用，我们稍微推一点点，不要太冲。
去吧，白胡子，去吧。好，发招发招，我们不要太前面。OK， 会拳枪比较好机器，对对对，没错的。OK， 继续把他们推到后面去。哦，快死了快死了，他们快死了，他们快死了，有机会。肩膀先稍微用一下，因为现在下面有太多兵了。OK， 弗朗基已经被击破了。来，再来，火拳枪。白胡子还在那边，哎，白胡子加入我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，还没加入我，但是他现在是我们的友军了。我先稍微吃一下东西，稍微吃一下东西。OK 了，开始协助我了。哦哦，比斯塔也来了，比斯塔也来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。UFO， 我们稍微看一下。好，交给他们就赢了啦，特懂了呀啦，特懂啊，特懂啊。哦，太强了！我们现在有白胡子，有比斯塔，还有那个熊哥。哦，这样子应该没问题的。这里是补血的嘛？啊，藏在这边让我吃一下嘛？不是，是补气的，补气的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啊！这个补攻击力的，补攻击力的，太强了啦！太强了！可以满了满了，我们冲吧！我们去打下面这个，我们直接这样子再杀过去，来吧！海贼队长这边比较多，从这边打。OK OK OK， Yes， 我们夺取地盘了，碎啦碎啦！大熊又来了，大熊又来了，闪闪闪，我们闪我们闪，让他进来，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多人嘛。二三，然后直接发动，狗么狗么呢？去吧。OK， 这样子最保险了，这样最保险了。再挥一下，再挥一下，这边有点远。去吧，稍微集气一下，再来。OK， 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我们直接挥。Come on, come on now！ 有了，有了，这次胜率50%了，50%。但是我血怎么什么不见了？我的血怎么不见了？再来。燃烧之魂，去吧，大熊！游戏游戏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围死他，围死他！趁现在我们有这个霸气 ，Go Go Go！ 羁绊攻击就是这样子用的，大熊对大熊，去吧去吧去吧，围一下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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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打打打打打！我他还往后退，哦，继续继续继续。再打！我快没有羁绊了，快没有羁绊了。最后一击。哦，对，同一关还是同一关。PX， 去吧，快死了，他快死了。趁现在，闪闪，我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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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。他放大招了。哦，我如果被那个打到，我就死了我。OK， 赶快，趁现在。干嘛干嘛呢？哦，哎，刚刚如果再慢一步，我就真的死了。哎呦，闪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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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出招了。糟糕 ，S 败退了。哦呦，出个火拳吧！糟糕，我惨了，还好这边有墙壁。错边了。我错边了，用错边了，糟糕了，不太敢出去了。我怎么一直用成这个啊？我不是要这一招，哎，那边有鸡腿是不是？有补血啊，这个补进去的，糟糕，在那里。哎，死了死了，哦，我们算有打死了，但是我们现在又没血了。还有，琼斯在这边哎，妈呀！先来。哦，快吧。要给我死吧！稍微慢慢一点，不要太快过去。哦，马可也来了，怎么会这么多？我觉得这个还比我们那个梦幻的最后一关还难呢、啊。去吧，我们的人在这边啊，我们先慢慢过来这里好了。现在我有点被四面八方的包围起来了。
稍微会一下，稍微一下 ，OK， 继续霸气吧。慢动作，这我就不确定了。我们就这样子打过去就对了，这样子打过去就对了。我稍微看一下我们那个敌对的人在哪里，不然小心他从旁边打过来，我们就惨了。就在这边，没错，琼斯在这里。直接这样子慢慢的挥过去，慢慢的挥过去。现在三人合体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先把琼斯打死再说，稍微闪一下。一二三，击败。我们一开始呢，也是靠这招呢慢慢打过来的，才玩到现在的第九关了、啊。挥吧。安安安安，梦幻最后关根本天塔。为什么不用四档？我也想要，但是不行啊！去吧，蔷薇象枪。OK， 一八八。有吗？有吃的吗？有吃的，有吃的哎、欸，有补血的，太好了！我们继续，重新调整我们的姿态，集气象。好，然后慢慢的累积我们的技能表。新组好热，现在应该每个地方都很热哦。要赢了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！琼斯，琼斯快死了。稍微稍微退一下，稍微退一下，再来个，哦呦哦，好近哦，好近哦，啊啊，艾斯败退了，哇塞，也可以跟白胡子，可以跟白胡子，铁梅，糟糕，剩下一点点，剩下一点，火拳去啊，火拳去 ，OK， 白胡子，白胡子 ，OK， 我们把琼斯打掉了，把琼斯打掉了，现在还有一只，这边还有一只。哇塞，有大腿喽！碎啦 ！Manpower，Manpower， 继续打，继续打 ！UFO，UFO，UFO，Yes，Yes， 哦，不会死的，不会死的，去吧！三人攻击一定会赢的呀！这么强的攻击怎么会输呢？怪北兽，怪北兽，去把他打死！少一个是一个 ，Yes， 成功 ！We got it，We got it。好，我们继续打下面的一只，口口剩下一点点了，直接挥过去了，在哪边？哇，来不及，来不及打，有希望，有，真的真的，无袖未干的小鬼。我们现在还要少一只哎，不然真的是会更好一点。败退了，败退危机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来救你，我们来救你啊！先把他打清哦，马可哎，马可在打自己的哥哥，爸爸打自己的老爸。OK， 合体，一个招，哇，四个人的，去吧去吧，他已经没有英雄力量，我们可以猛围了，猛围了，去吧。打爆你 ！OK 的 ，OK 的，帅呆了，帅呆了，帅呆了！继续持续的进攻，呜呼呜呼 ，Get going， 耶、yeah, ！还剩下一只，我们直接去找他算账，快！剩下我们还有一点点能力，没吃到，没吃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直接冲，直接冲，在这边，海贼队长在这里，是不是招兵队啊？去死，去死！好，放招，放招，放招！终于可以收 We Got It， 真的真的，来呗！五抽奇象枪 ，OK 的，死了吧？哟呼！太棒了，太棒了啊、哦！啊，任务开始，前去搜索啊！糟糕了，我看到搜索证我是最讨厌的了，搜索有时候还找不到嘞。搜索又是搜索找不到，我们每一关要每一关每一关都要打了。来吧，快点快点，把他们打死吧！直接来了，快点，大清场大清场！现在还有几个点没有找到，所以如果没有找到呢，哇，也不行了。够四分钟哎，我要打到全部的，不容易，先占领比较重要。快，占领我们就不会输。没占领我们就会输。OK， 哦来了，大队长来了，大队长出现了，在哪里？在我后面。灰熊枪真的是我最佳的保命符啊！再合体了，回高。
猛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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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快变瘦啊啦，继续打，打到他体无完肤。 Yes， 夺取地盘啊，死了吧。还有四分钟，又有补血的，先不要吃，待会我们如果真的没血我们再来吃，然后我们现在 再往这一关找，如果没找到我们真的输了，直接来直接来直接去吧。GTA 晚上啊， GTA 是晚上九点半左右会玩 GTA， 一起上香睡好不好，剩一半了，剩一半了，在哪里在哪里，继续打继续打，快点 Go， 快点快点快点，就差一点点了 UFO， 因为我待会还要上课啊，今天我要连续三周帮人家代课，所以我比较晚一点，都没人了，来了，我已经喊到喉咙都痛了，占领！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，继续往下走，快！时间不多了，时间不多了，镇压据点了。我们延续打下去，就剩三个了，最后三个了。这场是不会输了，如果输了就是输给时间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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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灰熊枪来了，快点！我累了，好累哦。我们现在算一算，打了七八场有了吧？光这个关卡。哦，橡胶巨人枪，橡胶鱼，快要占领起来了，夺取地盘了啊！剩下最后一个地方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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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最后两个地方。亲眼看见了。还剩下三两分半，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直接发射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可以直接发动我们的攻击力了。直接合体吧，四人、三人合体而已。一、去吧，去死吧，去死吧！闪远一点，闪远一点！哇，他居然可以敌过我的那个羁绊攻击，哎，太强了吧！还没死哦，我以为他死了嘞，还没死了。去吧，死吧！我打得很爽，拿我很爽，超累的。哦，他冲过来了，他冲过来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哦，好硬哦，这个血超厚的。最后一集了啦！找队长真的很烦，真的真的，没找到又输啊。就很不甘愿，一起向前，还不死啊！超夸张的，还不死。OK， 我们打赢了，打赢了。接下来剩下最后一个地盘，我相信网应该就藏在这边了。还有第三方势力还来，我们要赢了，我们要赢了。We got it, we got it, we got it， 成功击破了，好吧，大雄你就快出来吧，敌方总算来了。他率真元再度出现了，我们直接去打了，直接去打了，就用这场战斗决定一切吧。我觉得他是讲假的，我们刚才是这样子，结果被他骗了。出招，直接出招 ，Max Power， 你直接这样子，趁现在直接攻克下去了。一股走，来了来了，合体吧！我就不信这样还打不赢你啊！但是我必须先撑了下。哦，小心小心，他发动了。先躲一下，先躲一下，先过去，慢慢过去，慢慢过去，慢慢过去，就是这样子，继续打，继续打，继续打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大雄，大雄，看吧，直接会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我们要赢了，我们要赢了，击败攻击，继续打，继续打，不要客气，直接冲就对了，直接打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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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还有击败力量快没了，发动最后一招。这次真的是最后了啊 ！Come on come on come on， 一起向枪，谁一直打电话给我？放招放招放招！
继续，他剩下一点点而已，剩下最后一格，最后一格了。哎呦，稍微闪远一点，稍微闪远一点，我们不要太大意，我们每次呢都是因为这样太大意。哦，小心小心，我没有边界可以逃，边界，我、哦、走出去，走出去，没事锁定干嘛？好，稍微退一下，能进能退，再发射一次，像枪乱打。OK 了 ，OK 了，快要有了，不用怕了 ，Mass Power 了。最后一集，最后一集，一二三四，去吧。OK， 刚好击中，我的羁绊有三个帮我挡，我们有机会赢了。继续玩，继续玩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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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有有。我现在是英雄力量好像有点打不太到他，去吧。就是这样子，猛攻猛打。哦，他发射，他发射。去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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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吧。OK， 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哦呦，出招吧，出招吧。PX， 我们要赢了，我们要赢了。一气相强，还不死哦！妈呀，怎么可以这么撑啊？再来个火枪吧，我们已经打到7193 KO 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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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先要走先要走哦，先要退先要退，我们现在没有力气了，稍微用一下，慢慢慢慢集气慢慢集气。好，出招，先把一些小怪给清清，不然待会从旁边被敲了几下，我们又血又被扣了。赶快赶快，瞬间再累积一下我们的那个羁绊的等级。睫毛啊，这枪霸气枪啊，霸气枪！快满了，快满了，快满了！白胡子已经三了，再来再来再挤再挤、哦！后面有后面很多，他要发射，他要发射了！一二三，哦，我没有 UFO， 我没有 UFO。好，稍微来一下吧，最后一集了，最后一集。OK， 去吧。有了 ，Mass 来了 ，Mass Power， 来吧，一鼓掌。我就不信打不赢你、啊。他发射，他发射了，他是晕还是发？哦、啊，他被我的霸气用晕了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。去死吧！嘿嘿嘿，就跟我一样，都想笑了。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点，不然太远了。再打，再打，再打，打到他没办法呼吸了，猛打！快快快快快，他就快死了，他就快死了。我觉得用鲁夫好处是呢，他用那个橡胶枪的时候呢，那个后面的人也会被打过来，所以我们不担心后面会有人攻击我们。去吧，去吧，快死，快死，最后一集，最后一集，接招，大绝！真的要感谢肉肉，没有肉肉，我们真的打不赢到这边了。气象枪死了没啊？还不死哦！妈呀，退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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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他真的很夸张哎！啊，拜托维基啊，我先去救我的老爹啊 ！Go！ 好，我们先去救，先去救。先不要锁定，先不要金线嘛，金线嘛。那如果现在又出来一个元气弹，我们就真的不用火了。白胡子，我来了，干嘛干嘛？你们这些王八蛋，救！又满了，又满了，又满了啊、哦！解救羁绊就是这样子的好处啊！来来了，我来了，直接对决，直接对决。怪变兽，怪变兽，在哪里，在哪里？合体，霸气他，让他晕倒，他晕倒吗？哎呦，发射了，他发射了。稍微躲一下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就是这样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继续打，继续打，我们要赢了！啊，胜利的一集啊，胜利的一集啊！猛攻猛打，快快快！让他连下来的机会都没有。糟糕，他发射，他发射，哦，好痛好痛！哦，糟糕了，让他闪过。命运如此的转变啊，来来来，拜托拜托，一击必杀吧，好不好？一击必杀啊！还没死，真的好难哦。
抽，超痛苦的啦。哦，他真的太硬了，难怪叫大熊。血超厚还不死，我稍微退一下，稍微退一下。他们有时候越小只哦，就是血越少的时候真的很强哎。我上次不知道是跟谁，跟赤犬吧？哦，赤犬那个真的超难打的。我们再闪一下，再闪一下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去吧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来了，这次一定要死了。OK。有玩过二 P 吗？没有哎，我没有玩过二 P 哎。还不死，太扯了。火拳了啦！去！哦，哎呀，胜利了！哦，真正是爽啦，爽啦！哦，耶嘿，我们赢了！呼！哦，痛苦啊，痛苦啊 ！Yes！ 哎呦，过关时间太长了，好不好？19分钟，算不错了，算不错，8000 KO 了。哦，好累啊！获得硬币了，获得硬币了。鲁夫不要装了，这硬币留给别人。哇，英雄之力，好、哦，和平主义者的英雄之力。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关卡是怎样。各位观众，我们总算赢了，感谢大家的陪伴，好不好？哦，真的超辛苦，超辛苦。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后续关卡有谁。哦，又是他，没想到大熊这么难呢。这个是东方蓝的海贼，然后这个是不可退让之地。我慢慢往这边，哎，这边还可以走哎。然后旁边那一只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变换视角。旁边那一只是谁？哇，酷山呢、欸？酷山呢、欸？我们下一次就打这一关啦、啊，然后打完就可以打酷山了，这样子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的实况就先到这边。